先把这水给多沏了，应该。行。歌就这样，哎，老百姓倒霉吧。嗯。电池换过了吗？没换过。没有。没有啊。嗯。没换过。电池是好年不坏。啊。现在我感觉电池成熟了啊，比以前。它大了。大了。嗯，用了大了。以前那用电池那扣下来吧，它电池小，是，要不它不。我记得一弄他妈得换电池，我这凳子弄这个还得买个电池，还不用着的。哎，对对对，现在电池大了，也现在又出了新机，电池还大了。还大。哎，原先的你还两三千，现在新出的都四五千换了。嗯，太诚实了。手抬电冰箱、洗衣机，莫说三轮电动车、自行车。二分钟，用不了吧？哎，反正也就二十分钟吧。行，反正多长时间解开就行。就刚才那人那样，他解不开，什么用？是的。俺花多钱解不开。嗯。得我这学习那小孩给解，解完了连看没看，那没给你解开就给人家了。你不还得再来找我了？啊，人来找着吧，我一看那个不行，那个解不了，他那个解不开，板背太高了，剩的。哦。嗯，剩太新了。那解不了。这不又给人家了呢，哈哈。是。哎，我说你不麻烦，我说你弄完了你来看，不看吗？我说你哈，小孩干活就是不行。跟你学徒了。哎，这两天没来，人行六行天还写个行六行天。哈哈哈哈你说你哈。哦，今天到咱们来。到咱们来，今天星期二了都没来。哦。没来没来，咱能管什么呢？哈。不开工资吧？不开工资，他交学费。哦，他交学费。哎，对。哦、那得学几个月？不一定，看个人。想学的人，你看看，他等等他都快。哦，就是学费得多。哎哎。他这都他得多。哎，是啊。哦。嗯。多少钱？五千块钱学费。那现在不贵。我都没说，我说你学这干什么？我修手机都倒闭了。对。哎，你不是以前了，你前五六年前、七八年前、十几年前那时候你怎干都行，我说，我现在你往我下边大卖场什么的都关门了，我说都不干了，改行了。对。我说你上个班也别干这个强嘛，你上班你一月挣三千，挣五千来，我说你净赚这个来，你挣钱得先交房租啊，还得有房租。哎，你并不是你挣多少钱，你挣钱你得先去交房租。嗯，对。你什么不干，房租、电费、网费这些你受不了吧？对，你得先涨好。哎。所以说我说不行了还非要学，嗯，所以叫学修汽车来说，那个修汽车怪脏，哎，嫌那个怪脏怪累，说哎，
我说你学这个也不易了，我说现在我说也挣不着钱。对，我说是因为什么？我说手机便宜啊，你看人有可能使上两年还没回人就换了。对，谁还去修？我说不是这个吧，别的要不用了，我你看放两年就挣上两万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你要说卖吧，有时候还不想着卖。你卖的都什么卖？卖不上钱啊？对。你去卖个，你看着不便宜，你买卖还卖不上钱。对对对，是的。就跟收手机那样，接着刚才这接着挣钱，给他300-500那是顶多了。那肯定的。那你受不了，还想捣鼓捣鼓，别的有毛病，别的有什么，还想挣那么嘞？对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出去。哎，对，还不知道隔多长时间卖出去。对。哎。你想想，明明之前谁能给那些钱？咱就挣钱的，你想想是吧？对，是的。哎。那就这样啊，要不曾说你，我跟你说他还他没得干，你还叫干什么？还学点东西？我说学，我说这个淘汰了，我说，哎，现在淘汰了，我说你就不管上哪上班，我说你说他的你都比这个强。哎，可是一元3000块钱得最低了，他就很舒服了。哎，对你不管干什么，你最少得3000块钱以上，是吧？对。我说那个你是精算的，我这个呢你还你自己开门头，我说你一开始干，你最起码你得照顾半年一年，你能开起来就不能了。对，是的。哎，你这半年一年你还得照顾的得配方多往里干。嗯，对，是吧？是的。你上来你干什么？你想挣钱门都没有。我说我干那些年我不是不知道，我原先我说我修摩托车，我刚干的时候就是干了一年能拉下来客户了，还有人了，能挣出房租还就不能。是我那时候便宜啊，我的房租我在那边租的，一月才300块钱一天。对啊，一天那是多年前你 啊那时候什么都便宜啊。对对对。哎，我说你现在你往房租这老贵劲，我你看我在这里头20000多21000，这个是吧？哎，你一天这就房租电费70-80块钱，你不吃不喝，这就是。对对对。哎，我说你得等挣吧，我说我多亏我这干时间长了，这些有下边这些手机店老客户都不行了，我说对，都倒了。嗯，下边手机店都不干了。我说你这个还是那个单光那个介绍的那个小孩。哎，就是是的。嗯，哎，他不弄这个，因为这个我也不想弄了，现在真是啊，国家这一块光差光差。哎，很多解锁软件都那个就差了。哦，不能设。你反正弄这个正版的，我也不是，我弄这个都是那个的，都是外国人开发的，他还不要紧，中国人开发的，类似于越狱那种，就是。哎，对，中国人开发的全部都叫叉叉的，全部都停了，哎，不能使了，就是人家国家一查，把你搞这个的解锁的这个给逮了，哦，哎，他就使不了了。嗯，哎呀，我早买那些软件都被打了，有些。哦。那国外的有坑人。国外的你知道什么呀？国外的他是保年的，一年多少钱的？哦，一年多少钱的？哎，中国的你敢说你花2000块钱买了你就可以，只要他不倒闭你就可以用。一直用啊。哎，对。外国的是什么？你一年敢说，600块钱，1000块钱。就按年来的，不管你是像充费员似的。哎，对，不管你是不是。啊、哦，是的。按年的或者包月的。哦。外国他是咋的？他会坑吧？你说哈。嗯。中国的呢，以前会坑，他都能坑吧？嗯。中国的都是那个，看到你这软件，你使一段时间，嗯，使上半年停了，不更新了，新型号他不支持了。哦。他得让你发现再买新的。哎，对。